林翻完晒出狗件羽绒后，并附完自己品。对比图中狗狗的品种似乎傻柴，很是忧郁地看向侧边，背景仿佛还有雪花在飘落，氛围极佳，像是晚上听音乐的自己。另一边，李荣浩手拿吉他，配同款表情，一双眼睛形似又写意，是对比图的精髓所在。看到这张图片，粉丝调侃道：“不能说毫不相干，只能说一模一样吧。”哈哈，老公李荣浩在次日凌晨一点左右留言回应，疑惑表示：“你到底从哪里找到那么多狗？不要低估一个女孩子对老公和小猫小狗的爱。”杨丞琳不止一次发过和李荣浩相似的小宠物，曾晒另一张狗狗的照片，便称之为狗界李荣浩。上一次的狗和这一次基本上是同款表情，看向45度侧边，因为眼神惆怅和嘴角下弯显得非常忧郁，和李荣浩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哈哈，你们喜欢这对夫妻吗？